Pavel, hey, come here, please. Hello. Hey. Your plan worked out. Yesterday, someone identified Miss Wu. All of Parker's people went out this morning to look for Zhao Haiqing in the city. That means Parker has released Zhao Haiqing. 如我所料，豹哥贪财，但是他并没有人命案底。一旦他知道赵海清是警方要抓的人，就一定不会给自己添麻烦。那下一步就是要找到赵海清了，一定要赶在他逃到其他国家前。赵海清从豹哥那儿逃出来，身上肯定身无分文。他家里不是有一票现金和证件吗？如果真的想逃的话，肯定会回去拿。我觉得，咱们应该去赵海清家盗，守株待兔。 Sorry, what are you saying? The kid get into the elevator. Which floor? The kid is inside. Follow the kid. What is it again? That's a word, Racing! Don't shoot! Don't shoot! Let's do it like that! 阿奇，听我说啊，你现在已经跑不了，放下刀，跟我们回国。别逼我！别逼我！ 赵海清，你别做傻事，你跟我们回去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死都不会跟你们回去！Taking his knife, taking his knife, taking the nose. 何で俺もついて。 丁局，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将赵海清成功抓获。好啊，你们这次在不能确定嫌疑人准确位置的情况下，能够通过 IP 地址锁定嫌疑人赵海清准确的位置，跟当地警方警民合作，能够一击必中，成功的抓捕了嫌疑人。这对我们日后在海外的追逃工作提供了一个示范。你们都是好样的。但是赵海清顽固抵抗。 用刀划伤了自己，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拖延回国的时间。哦，有这种事儿？是的，丁局。如果我们要继续留在布拉格等待赵海清康复的话，我们就要申请签证的延期。但是，丁局，赵海清伤得并不严重，完全不影响回国。我的建议是立刻押送他回国。丁局，我也同意假期的建议。如果让赵海清得逞，那岂不是告诉所有逃犯可以用自残的方式来推迟审判的到来吗？ 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将他押送回国，但是要接近，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是。His injuries are not too serious, just the skin trauma. He'll be fine. This ambulance will take you to the airport. I'm also with you. Thank you, Power. Your quick action last night was impressive. Thank you. Chinese police was also very effective, especially during the arrest. But it's a pity that you have to leave so soon. You didn't even have time to teach me more Kung Fu. Thank you very much, Pavel. Next time, make sure to come to China. Of course. And if you could, please send me some noodles. You made it very delicious. Sure, I will. 我们走吧。嗯。你说说啊，咱这。 这煮起面来还有模有样的。那当然了，我平时做饭的时候，淘淘都在旁边学呢。哎，杨局您好啊，我是机场分局的小董。周局电话打不通，我就先跟您汇报一下。嫌疑人赵海清将于明天早上9点钟降落在北疆机场。一切押解手续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请市局各位领导呢准时到场。啊，好的，我知道了。我印着把话带给周局。他们手上有录音的原件，如果我不给他们转款，他们会不停的找你麻烦要挟你。如果警察查到银行，抓到他们，他们第一个供出的就是你。哥，我知道你把警察的荣誉看得有多重。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就赌他们拿了钱出了我，不敢再回。 不错啊。虽然简单了点，但是色香味俱全。哎呦，淘淘真是长大了哈。现在都可以给爸妈做饭吃。我现在突然想起你小的时候啊，特别是你刚出生的时候，那个你知道吗？从产房抱出来给我看的，人这脸皱皱巴巴的，跟那个小老太太似的。那。 你才这么大啊！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淘淘第一天上幼儿园啊，你在门里头大哭大闹，我在门外面，偷着抹眼泪。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想啊，这一辈子不管发生什么，也不能让咱家淘淘受委屈了。 但是你看，你终有一天要长大啊！谈恋爱，找一个什么不靠谱的小子，万一给你气受，让你受委屈了，这以后怎么办啊？那不还有你呢吗？有你在，谁敢欺负咱们家姑娘？哎，我今天啊，事先跟你们俩请好假啊，当有一天淘淘要结婚的时候，在婚礼上我。 坚决不去参加，啊，没时间参加，也受不起这刺激。你越来越胡说了啊！我看你现在呀，眼里就只有咱们家姑娘，都快没有我了。你妈还吃醋呢。哎，你不知道，你妈年轻时候，喂，那身材，大长腿，美女。 我一直没想明白，当初我这那么大的一个美女，怎么就看上你爸这么一个小警察了呢？爸，你当时也帅啊！你看，还是我姑娘了解我。你爸当时啊，确实是一个帅小伙，也是个穷小子，所以呢，你妈跟我在一起啊，没少受苦啊。 可以这么说，这个家呀，全是你妈一手操持起来的。今后，好的，要好好的孝敬你妈啊，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去做，别让你妈太辛苦啊。你今天是怎么了？说的这么煽情。你俩就放心吧，以后肯定好好孝顺你们，给你们买个大房子。 带花园的，结了婚也跟你俩住在一起。哎，听见没？你姑娘说了，将来结婚找的可是倒插门的，跟我们两个人一辈子不分开。高兴了吧？高兴！来，接着吃面。哎，哥，怎么这么早啊？ 再过2个多小时，赵海清就要落地北疆了。苗苗，自首去吧。老家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我让二叔去照顾妈。你哥呢，近些年有些积蓄啊。 我会给二叔一些，剩下的也够咱妈养老了。只是辛苦你了，你哥还想呢，留下一笔钱，等你出来，让你开个小买卖。但是你也知道，你哥这工作挣的这点工资，顾上妈也就顾不了你了。所以出来以后，你要自己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自食其力。 啊，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妈，啊。那你呢，哥？说了这么半天，那你呢？赵海清他们一回来，第一个供出的就是你。哥，他们一回来，如果把所有的罪都推在你身上怎么办？哥，我去自首，所有的罪我来扛。 我能扛多少扛多少，咱家不能没有你，咱妈不能没有你，淘淘不能没有你。你扛什么呀？是我给你抹的黑，哥，你是无辜的。你能扛什么？啊？你能放走王柏林吗？谁信呢？而且，证据都捏在别人的手里。你知道你哥是个警察啊？ 是个公职人员，而且你哥亲手放走了这个案件最重要的嫌疑犯。我的事儿比你大一些，判的也就比你久一点。你从小把我护到大，不让任何人欺负我。我错，我错，我没想到是我自己亲手把我最好的哥哥给毁了，大哥。 如果能够重来的话，我绝不这样选择哥。没有重来了。哥，来，来，行了，起来。对不起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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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我对不起你。听哥说，我还没吃早饭呢，哥就爱吃你煮的面，去煮碗面去，咱们兄妹俩一块吃个饭。赵海清，经北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现在宣布对你依法进行逮捕。听清楚了吗？清楚。您找我？坐吧。行啊，今天能来，能坐在我旁边，说明在你心里我还是那个大哥，对吗？ 你是我哥，我为什么不来？刚才电话里您说赵海清被抓住了，孙明自首了，赵海清被抓了，我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出问题，你猜他们下一个目标会是谁？你别吓我，什么意思吗？不是吓你。 阿红，那天你在我们家客厅里冲我嚷嚷，把心里话都嚷嚷出来了。其实也挺好的，哼。我知道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我，你们都是我身边的人，他们只能先从你们身上下手。阿红，我给你开店的钱。 是有问题的，而且我知道你店里边卖的车很多都是走私货，我咨询过律师。如果你店被查到了，肯定会被查封的，我们往来资金就全暴露了。那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这些年，无论大事小事，我都是听您的。 兄弟，离开美国吧。赵海清是在欧洲被抓到的，离开美国只能让我更危险。那您说，您让我去哪儿？这件事我仔细想过了，只有去非洲最合适了。 那个地方我早些年去过，华人少，而且警方不大能想到你会逃到非洲去。阿红，我曾经答应过你，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我一定会尽力做到。我给你准备了200万美金，我知道这笔钱在美国、欧洲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在非洲，你会活得很滋润。 哥，你早就为我打算好了。阿红，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家人看待。你想想，我们认识多少年了？你20多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你血气方刚，爱打架。我打架不行，但你惹的事儿，我总能替你摆平。在我心里，我觉得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的大哥。我觉得我对你是有责任的。我是一粗人，上回我说那些话让您伤心了。 其实就是我嫂子吧，老是看不上我，觉得我是个拖您后腿的人。可我知道，对您，唐红尽心尽力，我能不走了吗，哥？别让我走行吗？你们说咱们是兄弟吗？兄弟就应该在一起啊！什么沟沟坎坎咱绑在一块，生死在一块，什么咱们都能扛过去吧？不是吗，哥？到了非洲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扎下根来。也许哥哥的下一站就是非洲。懂我意思吗？我去。在这好好喝会儿茶。哥哥到后厨给你拉碗面。你们没资格审我！放开我！累了吧？喝口。 一滴针，谢谢啊。审了这么久，还是什么都没说。孙明没交代的，我们都得从他嘴里撬出来。还要继续吗？ 要不要晾他2天？总能找到突破口。继续审。来了，远哥。 好了，赵海清，如实交代你的问题，不要以为不开口就能逃避过去。说吧。当哑巴是吧？你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 我们就拿你没辙了。你们呀，拿我还真没辙。就你们两个，没资格审。去把远的叫上。 他不说是吧？我去试试，是吧？你还认我这个师傅吗？你不是一直想要知道真相吗？杨军，哎，我有资格审你吗？你有啊，杨军。好，佳琪，你来做笔录。等等。 换个地方吧，我只跟你聊。赵海清，你不要太放肆啊！你知不知道这是哪儿啊？雷子，先把他压下去。等等等等，去我的办公室怎么样？好啊，就咱俩，他们都不能在。可以？不可以？ 我不同意，这不符合规矩。杨局，如果他……如果什么呀？在这种地方，你还怕谁跑了吗？为了案子，合理的去配合嫌疑人，这也是规定。我是副局长，我有权利做这个决定。雷子，我命令你们俩把嫌疑人马上带到我的办公室。快去！是。 你看，我全程都会录音。你们可以守在我的办公室的外面，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让赵海清看出来你们对我的不信任。还有，佳琪，过5分钟以后，你扮成你嫂子的样子给我打个电话。 希望你们能相信我，哪怕是最后一次。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呀？你不怕他们串供啊？再相信师傅一次。记得5分钟之后给他打电话。 你们俩出去吧。是。杨局长不愧是十大杰出青年呀，这么多奖杯，前途无量。前途？我的路都被你们给堵死了。别把话说的那么悲观，路就在你脚下。瞧瞧，今天这阵势，我哪还有路啊？ 这不都是来看戏的吗？只要你今天答应我的条件，把这出戏演好了，你照样可以走你的阳关道。啊，建群啊，咱爸说了。 晚上让咱们去他家吃饭。我现在正开会呢。好，我知道了。哎，嫂子电话吧，让你晚上上市长家吃饭去。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刚才说条件，什么条件啊？ 我算了，行了，别让人家看着咱俩跟做贼似的啊！说大声点，他们听不到。那你把那百叶窗关了，他们盯着我说话不舒服。你不是说他们这些人都是看戏的吗？你在厕所小便的时候，这么多人盯着你，能尿得出来吗？关上。怂包。